天比赛出来的龙舟两支一队，他们的水平非常相当，竞争非常的激烈。为什么会存对这些划龙舟的都是乡里乡亲呼那个船头的这个差距，所以这个竞争程度我们在这个统计了一下，这31支那个是只有一个民族的那个成员，而可以看到是一支混合的多民族混合的舰队，在这个水面上同场竞技捉对厮杀。那么他们是比的同一场比赛，来自同一个家，这里的人除了输赢争得很重要以外，他们玩得更开心。因为在这个船头我们会看见很多这个旗手和鼓手玩出各种花式的指挥，你看有这个打倒立的，还有扭着小腰唱着小调哼着小曲跳着小舞的，甚至于还有奇装异服把自己打扮成原始人的，都非常的有个性，玩得特别的嗨。那么在这个地方其实龙舟的输赢是一个关键。